开车去了一个海边，可以看到金门大桥和旧金山的另外一座大桥叫 Bay Bridge。然后在海边散了会儿步，最近旧金山都特别暖和，然后今天有一点点降温，然后风有点大，大概20多度。跑鞋不能买假的，是啊，跑鞋特别伤害那个。你衣服买假的，就是挺高的，很高的。对，如果要是做出来跟真的差不多，成本非常高的。那用料还有加工，主要是加工的人。女生也有。直接看到旧金山整座城市，然后阳光也特别好。这是旧金山的另一个地标，叫就是 Bay Bridge 上面的一个地标，新地标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